现在是非常好，后退两个节奏感，非常强。或者是在说话的乱了啊，那个伊斯兰的选手能够做出这个右腿的春的啊，保守一些的动作非常漂亮啊。一行也是真正要成功，这个不缺谁的名字啊，昨天比较好。这是一个金钟腿，马上的，你这个斗志挺强的啊！眼睛像魔王一样，马上的你，我想连到上眼光，才能真正的魔王。开了发电了吗？这是多多病人啊！后面是主播。哎呀！奥利老板，奥利！对，王向杰比赛经验也比较丰富，他既会穿搭，又会转圈，所以说他打比赛的时候没有多少多余的动作。对方呢，其实最幸福，你帮他呢也不用想了。所以说我看到积极比这个最后一战积极，但是职业比赛。积极主动一方，他们都往上了。他的年龄几个重拳，茄子上。哎呦 ，Evan， 刚才的速度拳，绝对成功。让花瓶蚂蚁尝到了厉害。俩人都是真假选手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成为优势。啊，王小天打太绝，你看他第一扫腿，前边腿，三男技人都抓上去了。好，第一回合结束。好的，Merci，奥利耶。
在一个中运队的主操台小到一方内，他的下山也好像变不大，对方还没有实现进攻射线。但是这个莱昂法蒂玛呢，动作比较协调，动作灵活，身法步法呢也比较积极啊，控制距离是非常老道的。刚才的击腿不奏效，哎，而且这边轻松的侧膝防守可以拒绝，但是法蒂玛有经验，控制距离也是比较猛烈。刚才莱昂向前伸了腿，接下来。老王也请中锋队的时候也被他接住，看两人对这个攻击位置刚才一直都比较熟悉。现在来到长跑的王强杰的领队，一般不在中场是外压后锋，他们也在中场之外游走，这是王强杰平时的主动，在内圈外面打球，主要做是战机在等待吧。法蒂玛在对方速度进攻的面前啊，保持冷静的态度。这种冷静与松柔是一个优秀选手的表现。步伐马上，哎，有节奏的跳起来，啊，那些后面队员在后面。你的老头家伙啥意？把你自己都在那跳起来，看的哦，好。王姐姐这个势大力敌的球队组合，但是法蒂玛很有效的进行了防守，啊，这个射正起了效果。搏斗搏斗搏斗，刚才的这位上中拳是力度大，搏斗搏斗接着双方每分战一分钟的时候，依然要打，夺得必然。